洗白饺这儿还有一家炸糕，也挺好吃的。二姐炸糕，哎呀，总排队，你知道吗？咱得尝尝它那馅儿面空不空，对，看看怎么样啊？别的炸糕咱对比。是呢，要不那么多人排队呢？你说说，走。来到了这个城市，一切都变得简单。在这个晴朗的午后，天气是很蓝，丁香花开在路边，香气在空中。几个人干？四个人，多少员工？来，姐姐，来七个，七个炸糕，不要。不要不是间与我无关，行，叮叮当当好，总是会跑上几圈。小洋楼里的那些事，行，把这记好，好，行。谁还会写上那一封信，放到邮局的信箱里面？哎，买出来了啊！我们给你分享一个，我们买的多。哎，这是2.5块一个，别地儿都3块，还是便宜点儿。有的3块、3块5的，是吗？掰给你看看啊，个头不小。有点空哈。给你等会儿，给你来点馅儿，你们。行，我就来这点儿，不不不，尝两口。太多，我吃不了这些馅儿，你看。你吃这块吧，给你对，哥是给摄影师一块啊，这有点空啊。这一掰啊，我就感觉到了，跟那种3块的炸糕区别有点大。捏面子很少很少，哎，我觉得以前好像不这样呢，是吧？是馅儿零，哎，怎么劲儿了？这怎么空的比较多？然后你看捏面就这一点点捏面子，你看剩下都是那个嘛，都是那个扎的和那个那嘛，你看你那个太炫乎了，一碗甜鱼很多。没有，我还是吃3块了。你们说别人吃不着东西，我感觉。别看便宜，但是性价比不老高的。没啥，就第二口，沾这个第三口。这发小群让人去院儿我，人家不是让你少吃点汤吗？明白吗？少吃点。要论性价比，还真是，还是2.5不止3块的。要论那健康，就吃这2.5了。哎，豆馅还算凑合，但是连面子有点少，是吧？食材没有问题，就是这个口味还是不错，就是哎，还是连面子，我说清楚啊。不那么紧实，就感觉稀乎。你看有点粘面，一粘是这这一嚼啊，就真是嚼粘面子，这就感觉嚼。因为你没嚼熟，就跟嚼那个那叫嘛，老年人爱喝那叫嘛，那个面茶那感觉有点像。嗯，你看，你觉得差点。全这炸药就有点油啊，是，嗯，怎么说呢？反正别说了，行，大伙也看了，哎，价格挺便宜，哎，便宜，便宜，价格便宜，没错。行，喜欢我们视频的，给我们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，拜拜。